猪头，先吃个猪耳朵。猪鼻子，拿来涮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小鸭，很高兴和你们在此相遇。刷到此视频就是缘分，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支持。这个视频拜托您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小鸭在这里非常的感谢大家，谢谢。今天吃肘子，哎妈，是这么的，有点热啊，我的。太烫了。热气腾腾，太热了，不知道咋吃了吧。这大辣椒，是吧？他往走。这皮真香，
大米厂的。多少金鱼也不用了。走着，太烂糊了都拿不起来。我是小鸭，很高兴和你们在此相遇，刷到此视频就是缘分，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支持，这个视频拜托您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小鸭在这里非常的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我儿放假了，陪我来拍视频。孩子，你吃吗？我不吃。那我儿就不吃了啊。你这吃太香。香啊！因为有大肠给我儿扔，我儿今天不吃。妈，你慢点吃，刷一个也一定要给你点关注。好。妈嘴就破了，你轻点尝。我的妈，上火了啊！嘴就破了，你看着吗？你也不关注我一天天啊！我咋关注了？我也不看你正脸。嗯，瞅都不瞅我。你尝了。妈，今天羊脑没给我劈开呀？我劈了。蘸汁儿啊？嗯，好。秘制小料啊。哇，真烫。你这吃的太快了。太香，热乎，太香。把羊脑打开一下啊！刚才羊脑没打开，把羊脑打开了啊！
还冒着气，你看。妈，这是。因为今天我这一会儿有别的东西吃啊，我所以说就不给他吃这个了啊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今天过去一会儿整几个菜，有美食，有美食，嗯，就是的。养眼睛啊。刷一个，用你们发财的小手跟我妈点个关注，谢谢。玩花蕊，嗯，给你点点，嗯，点点，看这是我这，我刚才说我嘴破了，让我点点。能补谁？大家好，我是丫丫，很高兴和你们在此相遇。刷到此视频就是缘分，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这个视频拜托您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丫丫在这里非常的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妈，你之前，你不就是走路，现在又起。妈，努力点，加油啊！有点烫。妈，给我来一口。来一口吗？来一口送。好，有点烫了。太烫了。妈，来这个，这还有碗饭。你快点，老师。
香了，香哈。嗯，跟你爸说去。再来一块儿吃。不来了。不吃了。啊，晚上今天吃饱了。妈，你慢点吃。嗯，好。擦嘴吧。嗯，谢谢啊。嗯，喜欢我妈给我妈点关注，谢谢。嗯，亲。妈，你再吃手指肉变要当胖子了，行吗？变胖也没事，小小空间变胖也没事。再给你一块儿，给我一块儿。嗯。再讲。